很少。巧其实我克力，砍很多啦，我都还没有获得到。我也是啊，No！摔死体验啊！动能，有人撞死了。哎、欸，我已经伐了快要50根木头了，体验的动能。动你个头！哎、欸，我有力量效果了。力量效果代表你有到一定的程度了。50个吧，要收集150个啊！好久哦，太多了，收集得完吗？啊，我有10幅，我有10幅。哇，居然有10幅，不得了啦！刚刚都是跑开你跑去挖十幅啊，离开危险的地区。刚刚你的书都烧起来了，我在讲想讲说，我看到刚刚下去了，这个树很烧哎、欸，赶快走啦，赶快走啦！大家都还没弄完都被烧光，外面都很危险。这树木这样子一直被打掉，我看那火一直燃烧，那火一直往下烧。哎、欸，拿到树苗了，可以种吗？可以。你没地方种吧？有土啊，有土，有土，树上有土啊，有土有，嗯，有啊。不要再烧了，大家都很认真在挖哦，在砍哦。可不可以打什么，就是防火、防燃烧指令之类的？不行，就是要让它烧，然后这样永远抽不到150个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没人去乱打人就可以啊。真的，而且其实我觉得我有了耶，可是都没有啊。你还没获得力量吗？干嘛？我获得啦。没事，走开走开走开。我看看树。哦，我去下一层，我去下一层。好，快走开走开！我在抢救最上层被烧的树。抢救树，抢救树，灭火。我把它砍完，它就不会烧了。刚刚怎么是摔啊？我在测试，在重置哦。哦，我在重试。尝试高空坠落，很不会用跳字。飞过去，哎，太难了。学习飞行啊！我是砍什么高度的？你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哦，我以为你砍到150嘞。没有没有。可是它原木不是就会喷在自己身上吗？对啊，嗯，身上已经。130、140了，还是你有捡到别人的、啊？没有啊。嗯，你们有钻石库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获得其他东西。有钻石库，那应该是快了吧？他计算是不是数学算不好呢？怪怪的。我砍的时候很酸呢、欸。对啊，左键压很久、欸，会坏掉哎、欸。哦，原来是一个挖掘游戏，问号问号哎，真的，原来是采集游戏啊，我还以为是战翘翅战争呢、啊。等一下就来战争你啊！不要战争我啊！欸、有了，繁星有，哎，哎呦，我被包了，影月，影月，不要不要啦！哎呦，影月归零了。哇！我好不容易刷到快够了哦，看哦，没有啦，你踢踢我看看我，你还差蛮多的、啊我都已经快要有钻石装了、哦，没有，因为你踢踢我看看我头上数字，等一下、啊，等一下、啊，哎呀，我到底多少了？那、到底有没有办法获胜、啊？我自己试下子有可以啊。好看，哎、欸，你掉下去了，你看到我吗？哎呀呀，上面只写了17耶，十七，哎呀，十八，哎呀，你怎么挖这么久啊？19，你怎么才挖十？啊！不要看我，我不要怪你，我不要，这是不是在坑人呢、啊？小雨过来，差点被杰克打到归零啊！气死我了。不是啊，我当刺客，我当刺客，走开了，走开了，三组多哎！我刚才看真的是17啊，还是要拿啊？不对，我想说是不是要拿有问题啊？这个地图有问题啊！我现在都是拿石斧在挖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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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也是拿石斧啊，我也是拿石斧啊，我从一开始就拿石斧啊。哦，有人说换掉东西，所以就。归零哦，
啊，归零吗？不可能吧？没有吧？那我打个人回来就归零了。好坑哦！没有那么坑吧？不可能。我要寻找目标。不要寻找目标啊！拜托，好可怕哦！啊，不然我下去就知道。因为他有可能只是让大家一命挑战。No， 我看有人摔下去了。有没有可能大家是一命挑战，所以只要有一个重新开始， no， 就全部都归零了。一个人先达到，另外一个人其他人就全部重来，这样。那就是叫杰克不要再杀人了啦。对啊，你我吓死我！你现在是零，哎、欸，你也零哎、欸。谁？刚谁有完成吗？我死掉了。不是你啦，我知道你死掉了。你有复活按吗？复活按按钮，就是重新进到战场，重新进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有。对呀、啊，这样子哦、喔。所以死了就不能瞬间合理了，所以死了就淘汰了。那至少要给我们观看者吧，自己切观察者，就是啦，所以死掉就只能在旁边看戏而已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们那个等一下可以来这样子，好啊，好了，大家自杀，大家自杀，那是啊，来了，都在大厅了吗？还没，这里有个洞，还没。每个人只有一条命，死了就切旁观。好了，好吧，可不能当刺客了。就你的那边乱，就在那边，想一直冲着说，原来只有一条命啊！而且是大家终于会玩的，会玩的，会玩的啊！来，刚刚站哦，好，等一下哦，还吃？为什么你有东西吃？没有，我把我的饱食度补起来而已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等一下，公平起见，大家都可以重新复活。出去了啦！有旁边有小门可以走进来。有汤，但是是空的。多敲一点小门。空的，那叫碗，不是汤。来喽，来喽，真是哦，一条命哦。三二一 ，Go Go Go Go！ 干嘛还要收集原木砍人就好了、嗯？把人砍死就好了。对啊。那对面怎么不赶快飞？还飞哦、喔！飞啊，对面的砍树了、啊，飞起来！砍树了，飞啊！你们飞啊！你们再不飞，雨月要砍光了哦！雨月要砍150个，快点哦！赶快飞哦！我要有弓箭哦！飞的啦！对面那个还在犹豫什么？还在犹豫什么？犹豫了啦！也在犹豫了。哎、欸，没雪人复活。哎、欸，哦，弓箭卷，哇！哦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！哎呀哎呀，跑去哪？其实我是想打上面的。我知道啊，我还不躲起来。躲屁啊！哇，闪电！闪电！喂！闪电！刚刚你在干嘛？闪电的破死掉了，死掉了，不能复活、哦，不能复活，死掉都没了，死掉都没了。快逃哦，快逃、哦！谢谢观察者，留我，留我，留我。所以一个人淘汰了。哎，好可怕，这怎么玩啊？紧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这就是真的是枪式战士啦，歼灭别人就对了。结果没有用啊，感谢续订。我要躲起来！好啊！可恶，没有发光效果。我要躲起来！等一下，是不是又被我用烧起来啦？对啊！好近的声音哦！你是不是在我旁边？我靠！巧克力了！我靠！巧克力了！你在哪？哎呦，白痴、喔！你被电死了！被电死了！我盲狙！我盲狙狙死了他！哎、欸，我在树里面，为什么被打哦？因为我是闪电啊，直接被劈死了。我就听到里面有声音，闪电、欸，我的盲狙，我太猛了吧！太美了，繁星在哪？我要走了，你看到繁星了。刚刚吃面包是你？是我啊，是我啦。是我啦，我也有假胖啊，你也有吃，是不是？影月藏的真好啊，
躲起来啊！哇，杰克在体验实力啊，杰克！把关掉。太痛了吧！被劈死啦！可是不知道其他人在哪，没有发光。你已经刚从我旁边滑下去了。那隐约呢？隐约躲哪？隐约应该在我头上吧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哪。他把自己埋起来了。说一下，大概在某个地方吧。隐约包覆了。隐约你在哪？我有钻装的。太快了！哇塞！偷偷挖挖到钻装哎。耶、yeah, ！他都已经是蹲下挖，看不到人，我力量了。当然要蹲着挖。我的小拇指好酸哦。我刚也蹲着啊，就在那边。刚好就被劈到了。因为你这个挺猛的。啊、来来、哦，来呀、哦、来呀、哦！35哦，你有35个圆物喽。啊哈！你别走啊！哎，繁星去哪了？跑掉啊！当然跑掉啊！换位置，有巨款的啊！哇！差点！可恶！真的是闪电战士，剩两个人喽！是巧克力跟我了，究竟巧克力找不找到里面呢？哇！你多血哦！超残血，你知道吗？可恶！影月下去跟他打了啦！影月有帽子了。我有帽子了，我没看到。有帽子了。欸、小影走在这。我在看它里面有那个隔线。哎、那個欸，为什么你的烟火可以用、啊？哎呀，结构方块，结构方块的。哦。结构方块的。因为我发现它有宝箱耶。嗯，还有一些地方藏着东西。那我们赶快趁现在赶快看一看吧。偷看东西出来了。对啊。哦，不好背啊！你看你在这里哟、哦。对啊，我在这里啊！我觉得这辈子巧克力找不到你了，不可能。他绝对想不到你在边界外面挖东西。我又掉回来了，好难啊！我快摔死了，我快摔死了！我在等你摔死就好了，我要慢慢来。你那边没有被烧吗？没有没有，这里我还没听到火声。哇，隐约105颗啦！哇、哦，他这里手安全，真的。真的，你绝对找不到他那。巧克力只有一颗啊！摔死吧！巧克力都在打架、啊。隐约出来啊！劈起来了、欸！不要，这是砍树游戏。起来！把雷打起来！把树通通雷掉！哎、欸，有门呢、欸，巧克力上面有门呢、欸。啊，对啊，对，看一下那个，没有垫脚石。你不用看了，你不用看了，你不用看了，对你没有意义。不行，我要看。不行，感谢 NG 定，不用看了啦。你知道这没什么用。我不要看。你自看了会失望、啊，这说不定有用、啊。你会失望啊。哦，你要失望了，太失望了吧。这个也太失望了吧。你是在哪、啊？失望跺脚脚。啊，我在某一棵树的里面。雷不到你吗？哎、欸，巧克力上面有，上面有。有宝箱。对。它每隔几层就有一个宝箱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有用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这个你会很喜欢。整棵树都烧了啦。我说音乐这个。我是说巧克力这个他会很喜欢。欸，我觉得我找到那个宝箱，里面都已经满了。我应该快满了吧？现在我多少啦？136，快了。哪里这样？他只要两个木头、啊，他、欸、就可以创造奇迹。你真的是用这样子挖哦？真的，他已经是创造奇迹的男人了。天哪！重复是不是？对。对啊，就重复挖了两个。